哇，好顶啊，这个产品。然后哦，最后一个分享者肯定是最顶的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的 result 是蛮顶的哦。Mario 讲哦，跌到六就很严重了，原来我的两个都在六啊，都在红色，红色，红色啊，看到啊，红色，我都不知道，我都没有发现，我都不知道。然后我要跟大家讲的是，我从小哦都很爱看书，怎样看书？躺着来看书，我很喜欢躺着来看书。直到我几时哦？直到有一次我发现，我觉得我的眼睛好像有点蒙了，不大看到了。然后我就问我爸爸，爸，如果我戴眼镜的话哦，好像我哥姐姐这样戴眼镜会怎样？然后我爸爸讲，不能啊，这样小就戴眼镜，这样子哦，所以我就不敢跟我爸爸妈妈讲，你懂吗？我看不到，我蒙。直到几时？直到我九岁的时候，我九岁的时候三年级发生什么事？我的级任老师跟我的父母讲，你要注意一下你的女儿的眼睛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开始这样看东西，我只是看一边罢了，不用左边看罢了。大家猜猜看，我三年级，我一验眼睛，我一戴眼镜度数多少？猜看。600度。九岁我戴眼镜的时候我是300度，那时候已经很蒙了，不大看到了。结果发生什么事？我开始戴眼镜哦，戴到几岁？戴到18岁。18岁的时候爸爸说，女生戴眼镜不是很好看啊，所以就去雷射。18岁也是雷射，眼睛成熟可以雷射的年龄了。 OK， 去雷射咯。我雷射的时候我的度数一个是600，一个是800。我去雷射，18岁的时候，雷射了过后呢，会有怎样的后遗症？这么多年以来，十几二十年哦，这雷射过后的后遗症哦，就是眼睛很敏感，对于烟雾很敏感，任何的香，任何的烟，只要我去到拜拜呀、拜神的地方啊，有很多烟，我眼睛就开始流泪，流泪。然后再来的是哦，我眼睛，我时常认识我的人都知道，我的包包就一定会有眼药水。Natural tears， 我一定有的。然后我一个星期哦，7天，我至少滴2到3次，然后每一次都是用一个 disposable natural tears， 用完8个小时就要丢掉的 natural tears。So， 我服用的办公室就是叫我们来去验眼睛来示范的时候哦，我还自认哦，自我感觉良好，我认为我的眼睛是很好的，懂吗？验了过后哦，你知道哦，营养师讲过嘛，刘先生讲，你哦。在这样多验出来哦的那个眼睛当中哦，你是最年轻的，但是眼睛是最差的那个。我就哇，有这样严重吗？我自己都没有发现。后来是怎样哦？他不是有一个 test， 那个 test 哦，就是那个眼睛要张开多久？我真的是，我真的是哦，已经尝试已经撑开了，都真的是没有办法。然后后来服用了，刘先生你讲一定要早上2包晚上2包，一定要4包，平均你一定要吃4包啊，记得啊，你一定要吃4包啊，因为你要看到效果你就要吃4包。然后我发现哦，我不只是吃这一个产品，我配上什么，我在增加我的蓝藻的服用量。所以我相信哦，这个眼睛的产品再配上我们的蓝藻哦，那个效果会更加的好。所以你一定要跟身边人讲，你不要只是吃这一个，但是加上我们的 B 的蓝藻的话，效果会更好。我吃了一个月吧，我还没有到2个月，一个月我们又做 testing 嘛。我吃了一个月过后哦，那个验眼师很惊讶，请你。你的眼睛哦的 improvement 70%， 这样多人之中是最高成长的，我真的不敢相信。然后哦，我都没有发现，直到昨天我见我几位下线哦，阿西杰恰心一啦，阿西杰隐隐啦，几个都告诉我上线，其实我们都不是很敢跟你讲哦，你是我们看到你哦，你好像很累这样哦，你眨眼睛哦，你都眨的时候哦。很慢开上来，这样小的动作都给人发现，你懂吗？所以我在想，真的、啊，可是最近哦，我真的没有看到你这样子了。你真的是哦，眼睛没有这么像之
前这样累，然后我有发现一个东西哦，就是哦，当我眼睛没有这样累哦，我也没有这样时常扁头痛了。眼睛是直接影响头痛，这一个是很大很大的关键。所以当你的身边人告诉你哎有头痛，时常有头痛哦，先真的是要检查眼睛，很关键。所以当我服用这个产品过后哦，我看到真的我的眼睛，我不是讲一个星期滴两三次的眼药水，我一个月完全一滴眼药水都没有。哇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到，可以看得到哦，我这个的背诊哦，其实是从4.4到12嘞，夸张嘛，三倍嘞，4×12。然后你看到我红色部分是受损的，但我可以变成青色嘞，或是黄色，我从红色的那个非常危险期哦，但是 improve 到青色的 improvement， 就是单单真的是每一天要服用4包的这一个产品。如果你要看到效果，4包这个产品加上蓝藻会更好效果。那当然我看到哦，真的身边的朋友很多小孩子开始因为看很多3C 产品哦，眼睛哦，就如果你有注意看哦，大家有注意到身边很多小孩子哦，那眼睛会时不时这样一直眨一直眨一直眨，其实是很危险的。所以身边很多人都需要这个产品，所以这个市场非常大。所以这个产品大家